给大家做一锅高跟鞋爆米花，来，我们开火，让它转起来。哇塞，好好玩呀！你们猜这是拿什么做的？再放点我喜欢的小珠子，漂亮吗？就是白糖。哇塞，超好看！先让爆米花转起来，起飞吧！哇塞，都画完了哈，来放点玉米粒，再来一块从猪身上挖下来的牛油。哇塞，老香了！哇塞，好好玩啊，滋啦啦滋啦啦的。哇塞，太棒了！哇塞，要爆米花转起来吧，太好玩了！哇塞，这个东西解放双手哎，咱们可以来回小手机。哇塞，太香了！哇塞，原来梦幻粉色的爆米花是这样做出来的！哇塞，爆嘞！哇塞，太香了，来，赶紧盖上盖子！哇塞，超棒的！哇塞，爆了！哇塞，太好玩了！哇塞，太好玩了！哇塞，哇塞，超解压的，好解压呀！哇塞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要爆一锅爆米花，真的超级，哇塞，解压！哇，真香！哇塞，梦幻粉色的爆米花要成功了！没有想到这高跟鞋还挺红的，哎，没想到一首歌。红色高跟鞋，有没有记得这首歌？有记得的举下小手，我看一下都有谁。啊，这个盖子忘盖了。啊，这怎么会有一根头发？给它拿掉。哇塞，爆完了，可以关火了。噔噔，来三二一，开盖。哇塞，哇，红色高跟鞋爆米花做好嘞。哇塞，原来彩色的爆米花就是这么做出来的，梦幻粉色爆米花成功。